咱用上市政啊，我心里在管着在调上来的。这设备这是用了咱是南阳金运公司的设备，是2010年定的，2011年咱使用了，到现在大概生产了有45-20吨吧。我这机器我试了，比其他设备好使一点，也方便。跟国内同差不多一模样的东西比了，我做了方便的多，好使。它用料也比较实在，包括它的骨架呀、其他的那个软件都差不多。反正是去年也生产了好大概就20多万吨吧。前两个刚跟人家四千斤的比，也进口了，它最后也没有挂外关。这个是就是咱铺那个装那个网红的时候，给中间四局了，它也没有咱那用的车多。这设备差不多，他的人关键离得近嘛，早晚叫早晚到，基本上服务也差不多，也没啥大病，经常使也会好点。11标，然后那个海南路桥，是这个机械呢是采购的河南南阳金运的，然后去年2013年7月份采购的，去年是因这个设备是出了20万的料，今年的话是也是四个月出了18万的料，整体说呢性能还是比较好，每天的产量基本上在3500吨左右，然后单小时的话300多吨，然后再就一个就是设备各个方面运转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，然后他们那个去年的话公司给专门派人然后给跟着，今年也是，反正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及时改正吧，这设备运行起来还是比较正常也比较好的，在宁夏这边待了有将近10年了，这基本上是我见过的反正是产量然后性能各个方面最好的机械了。